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。在开始吃之前，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开箱，就是我在拼多多年货节上囤的东西。首先，我买了一箱紫米面包，真的是嘴很馋。然后这一箱好像只要5块钱。然后买了30枚鸡蛋，这30枚鸡蛋是17块钱。然后还囤了这个过年必不可少的旺旺大礼包，这一包是29。还囤了一箱抽纸，这一箱抽纸是有20包，然后20包只要29块钱。还买了2斤鸡翅，2斤26.6块，4个西红柿，然后一盒是2块多。还有这个一提肥宅快乐水，这快乐水真的很划算，6听是9块钱。我还囤了一箱牛奶，16盒，34块钱。我还买了一大袋这样的玉米粒，是我想用来做那个玉米烙的，因为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教程，所以我准备过2天试一下。现在已经是深夜11点了，然后我煮了2包泡面，还有2个烤鸭腿儿。好好吃，我是用番茄煮的汤底。你们喜欢吃烤鸭吗？我们南京人就是特别爱吃烤鸭。这个泡面用番茄做汤底，真的是，我原本想做那个张云雷泡面的，但是家里面没有老干妈。所以只能做番茄底的。这个烤鸭油啊，烤鸭皮的油真的是油香油香。我今天吃的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脆皮烤鸭，我吃的是这种手撕烤鸭。手撕烤鸭呢，它的皮会烤得更焦香一点。哎，油油滋滋的。超好吃。番茄真的是永远的神。你们喜欢吃水煮蛋还是荷包蛋？我会比较喜欢吃荷包蛋。巨好吃，我们看优秀的皮，我是买了一整只鸭子，然后我吃下面2个腿，我老公吃上面。
它鸭皮这块油的地方是最香的。肉特嫩，我发现烤鸭跟泡面也非常的配啊，以前都没有感受到这种神奇的搭配。果然人还是要勇于尝试，勇于尝试吃宵夜，我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吃宵夜的人。我有时候都觉得白天吃饭不香。这番茄已经炒花了都。你今天吃的都是我喜欢的。超级超级感谢我的一位粉丝，今天这个拼多多的恰饭是一个粉丝介绍给我的，他真的是我的粉丝，连我以前开过零食店啊，巴拉巴拉巴拉的事情他都知道，这个真的应该是老粉才知道的事情，因为零食店已经不开大概有两三年了吧，三四年都有了。芋圆牛奶，不过我实话实说，拼多多真的就是真香，用完一次之后后面真的是会源源不断的用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拼多多购物记录，你们看我的购物记录，拼多多真的就是真香啊。这是打扫卫生，然后整理东西，我买了一些货架什么的，真香真香，哎呀妈真香。然后我买的蔬菜零食礼盒啊，礼包啊，抽纸啊，巴拉巴拉东西，基本上都是昨天下单，然后今天下午就会送到，一般就是中午都可以拿到了。可乐六听9块钱啊，清风整箱的那个抽纸20包的，然后是29块多，牛奶整箱16瓶的那种只要30多块钱，哎巴拉巴拉，还有很多很便宜的东西，就是确确实实很便宜，而且是在过年期间都可以这么便宜。所以大家趁着这次拼多多的年货节都囤点年货呀。芋圆很有嚼劲。